下的诱惑即将夺目登场。当灰姑娘嫁入豪门，我会好好爱你的，以后我天天回家陪你。幸福的童话生活却变成幻影。怎么那么倒霉啊，居然你这么一个不会生孩子的媳妇儿。自私狭隘的丈夫，平时虽然好，但结婚这五年我确实腻了烦了。他苦苦维持了婚姻，更在好姐妹的见证下彻底粉碎。但是好姐妹高欢的感觉真的刺激，你是一个介入别的婚姻的第三者。一个柔弱的善良女人如何被现实逼到无路？你只能回归变回可悲的灰姑娘。孩子，我的孩子，救命啊！都市女人拯救幸福情仇大戏，珀莱雅回家的诱惑即将夺目登场。好姐妹却不期爱上同一个男人，他的幸福拜他所赐。我不是你的竞争对手，也不是你该嫉妒的对象，我们是姐妹，我们是亲人。我已经整理好了，你对我来说只是回忆，所以我们永远都会是朋友。他的负罪他宽恕，我没有得病死心，很抱歉，虽然无法原谅，但是我想忘掉。而他如此疯狂，将姐妹之情完全践踏。你从来没有把我当成好姐妹，你只想抢走我的幸福，绑架我的丈夫，破坏我的家庭。他是最无可救药的极品坏女人。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只能怪你自己，没有好好的看你是谁。都市女人拯救幸福情感戏，郭丹阳回家的诱惑即将夺目登场。2011幸福生活季，破解女人的家庭婚姻生活困局。她小心翼翼，后面嫁给我们家，吃的用的你娘家那些事还要我们管，却是婆婆眼中最不堪的媳妇。天底下有几个媳妇能靠婆婆搞好关系的？这个林品如啊，你应该算是称心的。怎么可以推大嫂呢？她还有生命呢。你赶快在离婚书上签字。她虚情假意，真是很羡慕品如有个这么善解人意的婆婆，竟轻易博得未来婆婆欢心。如果世贤跟品如离婚，我一定会好孝敬你。我也是这样想，有你这么一个贤惠的媳妇，自食恶果的婆婆最终能否放下？你都把我当保姆了，我变成把媳妇赶出去的恶婆婆了。婚前不是挺会讨吗？高兴渔夫钓到鱼之后还会给鱼喂鱼饵吃吗？你终于露出本来面目了哈！你们的婚姻无效，收拾东西滚滚。无论是你还是任何一个女人，只要影响到我的幸福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都市男人抵御第三者诱惑情感挑衅，回家的诱惑，每晚十点夺目登场。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想你？我怎么会有钱呢？那我真的需要这笔钱，这个也是送给你的。和你在一起让我很幸福很快乐。你妈也在我边缘，比起品如她会更喜欢我。伯母，她表面看起来很善良，但其实她心情很重。上次我借给您的那些钱，你给我闭嘴！是谁娶了你？那真是打了八辈子霉。创造更美的你，珀莱雅回家的诱惑，今晚十点播出。善良不尽的女人如何制造鬼魅的第三者？我要活着，我绝不放弃。我求求你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没了，连家庭都毁了。早知如此，犯何必当初呢？怎样报复自己欲断情迷的出轨男人？我一定要彻底毁掉洪世贤，我也要用钱来尽情的侮辱。我要看洪世贤是怎么身败名裂。看好姐妹之间香烟弥漫的爱情婚姻争斗战。你所珍惜的东西，我会一个一个夺走。你竟然勾引我老公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别碰我女人！